Hello, Diamond Team. Hello, 大家好。晚上好。今天呢，我准备了做这一个 video 呢，是给大家，一个 recap of my day 吧，就是说一个记录，关于我们今天的一个学习过程，还有一些事情我要分享一下的。我经常也会把这些 video 啊，还有这个我们学习的一些记录，还有分析呢，放在我们的 Facebook group 里面。所以如果你没有在我们的 Facebook 里面呢，那我会觉得你会 miss 了很多 information. So anyway, today I recorded this video on Zoom, and I wanted to share with you a couple things. 今天早上呢，其实我们有四个课程，今天整一天过来，9月9号我们有四个课程。那么有什么四个课程呢？就是有这个第一，我们有 Richard Dolly 的一个为什么我们这个 business 可以 survive 那个 pandemic, right? 那么另外呢，就是说还有呢，就是有我们这个令老师给我们的课程，然后到下午呢，有呢李坤老师给我们的这个 illustrator 的一个课程，然后到晚上呢，我也 join 了就是 Johnny 的这个他们的 team sharing. So essentially, I want to share a couple of things that I learned from it. So from Rich Dolly'sclass, 早上的英文课程我学到就是说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不要 panic, 就是不要害怕 OK, 就是要 pivot, 就是 要把你的思维改变了，从一个很糟糕的情况啊，或者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呢，你要就是有所改变，做出就是选择。然后另外从令老师的课程，今天呢其实令老师给我们讲了一个半小时的课程，从专业的角度，还有用从一个就新人的角度来看，有的客人会问，那你是不是需要学所有的东西你才开始呢？其实不是的，其实有很多东西像令老师说的，这个车你懂得开车，但是你的车里面的零件，它的所有 engineering 你是不需要懂的，你然而也可以开车，也值得拥有一辆车，对吗？所以其实我们看我身边的很多的一些就是说我们的一些事情，我们都是通过用过才会慢慢去学习出来的。所以呢，怎么样 How to start your business? Start right now. As you learn, you go and you start. 然后怎么样去 leverage 大团队 right? 我们有这么大的 champion team, 有 Rocky, 有 Sunny 的 Team Everest, 有令老师的，有我们的 Diamond Team, 有这么多的 leader, 你怎么样去 leverage 他们？那有的人会说就是其实我还不知道我要什么，我不知道我的 why 是什么，我更不知道我自己的 vision 是什么。 Then borrow mine, 先借用一下我们的，然后你再慢慢的 develop 你自己的 why。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的，就是说其实我们学习的时候呢，就是要站在巨人肩膀上，要用人之长，天下无不用之人，用人之短，天下无可用之人。这个是今天林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proverb 那其实呢，我们必须要用大家的好处，好吧？那么呢，其实也有一些不好的地方，那就要容忍下来，对吧？那么呢，其实呢，在我们的今天中午的 class 在5点到6点的时候呢，李坤老师也给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个illustration 的 IUL。那这里面呢有什么呢？就是说教我们的团队的朋友怎么样去就是做一个 simple illustration using the IUL illustrator。 那其实如果你没有 license 的话呢，你是不会用这个 illustrator 的暂时来说呢，我会建议你们先考执照，然后把这个所有的细节慢慢再学下来那我呢自己怎么样学呢，是通过第一个 case 我自己开的才学会的 OK。 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呢，这个7点半到9点呢，我就去了 Johnny 老师的课程Johnny 老师课程呢，他们还是有很多大咖的这些老师在里面讲话的哈，这些年收入大概100万左右的，或者有一些是刚开始的也很 strong 的一些 team member, 那就 sharing why is flag carrying so important, right? What is flag carrying? What are you doing for flag carrying, right? 什么是扛旗？什么意思是为你团队贡献或者说为什么要做出一些你会做 leader 要做的事情？那 Johnny 的 sharing 里面呢，其实我记得最重要的就是有几点哈。他其实他一直就是说给他看我们他在 WG 里面的 journey 那其实他开头的时候，他没有 team 的时候，他跟 Sunny 就是一个 team 嘛，他跟他本来 recruit 他进来的 Sunny 就是一个 team 嘛，那这样子也算是一个 team 对吧？那其实我们也用这种方式来学习，然后呢来作为自己的 vision。 他说他开头的时候也没有什么 dream vision 和 why, 那他就借用了 Sunny 的 why,
借用了 Sunny 的 vision to really, you know, create his road to success. And of course,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成长之路。那今天呢，我就是希望呢，通过这样的 message, 让你们看到我每个人都是有共同点的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从很低的层次开始的，慢慢就会成长下来。那我希望呢，你们呢可以用你学到东西也做成记录。我自己每一天的记录就放在 Facebook 里面，就是在我们的团队的 Facebook 里面。如果你是需要想 go back to our diary and story, you can look into that. OK, 好的，今天这么多就是我的分享，谢谢你们的时间。See you tomorrow. Bye bye.